就重了点了。它不重，我感觉它就没那么死。万众瞩目。不行啊！我翻转不了，要是谁可以翻转一下的话，我可以翻转。再继续。哦，不愧是武术指导。哎哎哎哎，给我拍个翻转，哦，我给你拍个翻转。等一下。不，我看，用我的手去看。为什么？还有烧光了。啊、超慢动作了吗？做了。嗯。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嗯。好丑啊！动作不够标准。看、啊，这里开始了。人家有点激光哈。别拍了，踢给我吧。踢给我。这个就其实就是飞盘游戏的变法。哦，阳光要过来了。是的，不能抽烟。就是说去买澳门材料。对。或者去我朋友家门，他们那些家里边，英文的家里边，他们也是，他们在室内的话，他们只抽卷烟。就是那个卷好的。Cigarette 嘛，就很有名，都是抽的那个 tobacco。这怎么玩啊？我天！来，你去，咱俩看谁。轻轻的歪了。两杆，嘿嘿。
草真的好开，正常，那输在谁家的呢？需要一个代理。是您多大没有？不是，不是大小的问题，是编码格式的问题。这他妈，这错要啥时候啊？啥东西我带回去整理。你这很久好吗？你约很快啊。你光代理做起码都要半个小时以上。这个线为啥这么细？充电线。啊？你充电这个线怎么这么细？不知道，它就是官方的。我靠，跟谁对线呢？上次那个姐太惨了，那我亲自给你上。拜拜。没事。就我们 Rick 在现在还在辛勤学习，学到了。